跟你说，我真的不应该被称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。我对变成公共事件的事件，我都不太关心，我都不太关心，而且也没有想到有什么要说的。我去年在一个大学回答过这个问题，他们说你对方舟子和韩寒，包括前一阵什么汪晖抄袭啊什么的，对，我都不太关心。我看到的一个信号是我们没有真的新闻。一个是没有真的新闻，另外一个我们真正希望议论他们、质疑他们的人，我们不可以质疑，啊，即便质疑了，立刻被消音、被屏蔽。那么，可以晾在一个被大家指手画脚的这么一个广场上的人，就剩下类似像韩寒、方舟子或者像学者这样，伤他们没关系的，他们互伤的更有戏看。所以我在后面读到的是，我们没有真的新闻。可是一个社会永远是饥饿的，就是要八卦，哎，无论是高级八卦还是低级八卦，啊，你得填满它，你得供应，所以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了。但是我当然我非常喜欢韩寒，我一点不关心他抄袭不抄袭，我根本不相信他会抄袭。但如果有一天说这文章是他爸爸写的，我连他爸爸一起喜欢，啊，很好，那么好的文章，你写写看，然后你想有这么多粉丝吗？你去试试看。好，那个，比如说，我们觉得老百姓一般会觉得我们被剥夺了我们的很多知情权，所以可能会愿意相信有一些人，他去认为你这一切都是值得怀疑的。对，太久剥夺知情权的后果不是你不知情，而是你对知情这件事情，哪天你知道了一点情，你可能不知道怎么反应，或者你过度反应。在一个知情权被保障的一个文明里头，人对知情不会过度反应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你说我们现在这些，比如说有一些考据派，他们这些行动的话，会不会造成新的误导？就是说我为了求真或者求一个真相，然后会传达一些其他的信息，这是不是另外一种我们所有媒体都在误导，你不想误导你也在误导，因为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空间，不是一个诚实的空间，不是公正的空间，所以你随便说什么话，哪怕说很公正的话，你仍然在误导，更不要说你在说一些伪新闻或者伪道德，一定在被误导。所以我比较沮丧的是，在这么一个言论空间、一个讯息网络当中，我们不是完全无知，我们甚至知道很多情况，但是我们失去一个良性的一个度，就是其实你一个情况发生了，你很自然的会调整你跟这个情况的关系，你在面对情况说话的时候，其实也在调整你自己，那我对这件事情应该怎么看。那误导就发生在这里，就重要的不是这件事情是什么，谁是这个丑闻的主角，而是你跟这件事情的关系一直在被误导，所以很多人会幸灾乐祸啊，或者是乱骂呀，或很激愤啊，或者是很冷漠啊，种种这些都不太对，都不太对，太介入、太冷漠，我都不喜欢。我觉得应该，超然一点，还是？不是，就我也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办，因为我可能也慢慢变成一个，不是慢慢变成，我就是一个在被误导的链条上面的一环，我可能现在说的话就是已经是被误导的情况，因为我在纽约的时候，我的感觉不是这样的。虽然我从来没有介入过美国任何公共事件，我连陪审团都没有去参加过，我也没有参加过选举，我其实是个不够格的公民在那儿，公众义务我都没有尽到。但是我一直挺坦然的，就是知道，但是看一下，然后继续做自己的事情。但是在这儿，你觉得？你不太清楚这件事情发生了你该干嘛，或者你不用不着干嘛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网络这么多留言
我们很少看到你欣赏的不是他说出来的话，而是他说这个话的那个 position， 他那个位置，他那个态度很好，有的但很少很少。大部分人我觉得反应都是看热闹啊，或者太激愤啊，或者幸灾乐祸啊，就这些。我关心的不是八卦主教，我关心的是围观的人。